们今天先谢谢我们的小帮手。哎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恳求，如果想要让座留下来的，我们举手好不好？那你们要删掉去。我不行，讲这种气话，不行。槟榔油吗？哎，不，怎么没有？怎么生气了？他很想留下来的。好，槟榔油吗？便当姐姐，她有工作吗？明天那个来的人如果不帅的话，你怎么？怎么突然又有录音的工作？哦，录音，录音哦，要录音了。好了好，那就不留你了啦，那。下次见哦！下次见。情感高铁，你趁现在赶快多看他几眼啊！流赖流赖，对啊，我都不懂哎。你不要吃醋，很好用啦，很好用的一个。是因为今天他让炎亚纶没有阿扎，这是一件很棒的。谁有阿扎？我走我走，我是不给你，我不给你好了。我刚刚应该才去问浩宇的，你不要讲这种话。给他一个台阶下。你不要留我，不要留我。今天讲，我帮浩子哥讲，你讲。今天亚纶哥在做新品，他练习新品的时候，他教的，是浩子哥教我的。今天他教完美教解。你今天打什么不会？我教你，你说。他教我打炮的，你看。他说完美交接。我没有说你不好，只是因为。可能今天只是我让他长有交接的耗子，明天去潜水了啦。谢谢小帮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真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回交都要还我们，对，我们好抠哦，是。不是我们很少，回交都拿去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大家辛苦了。就这样，这是什么联谊节目的 ending？ 对啊，有事情要讲吗？没有啊，他一走你就完全就没有了，对啊，那就马上 ending。他把我们当空气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。大家每个人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都还转一下，连转都不转。对啊，你走，我们走，好可怜哦。我要去买醉了。哎，你们怎么都走光了？买醉，只为了爱情不容易。